这个有点像腰子。这个紫色的弯锐漂亮，就特别漂亮，看上去很好吃。我告一下，搬开看一下。电这种是不吃米米的吃法啊，这个比较糯，比较甜，这个味道还是很清爽的。刚刚在下吃，味道是相当的巴适。一定不能吃到这个水水，这水水是苦的。叔叔，哎没，叔叔不能掰断了吃，直接在中间嗦。撒下希望的种子，明年又来。嗯，还可以。